遥感第三十九场北京队对福建队的比赛现在开始。运动员相互致意。运动员向观众致意。Thank you.
一局比赛结束，请双方交换掌区，场上比分1-0，福建队暂时领先。
北京队场上的队长四号。
3-0获胜。